靠不到那么远。Yes, got it.我们用这只 Dash 50呢，沉水铅笔的模式上了这只孔雀鸬。那 Mona 坐钓的地方呢是在树的下面，用使用抽停抽停抽停的方式。那它在停的时候，它下落的过程会这样 shake 然后鱼呢就看到它这样抖动的姿态呢，就忍不住过来抱这只饵了。那很幸运，我们钓到了一只不错的尺寸的孔雀鸬。